杀死半干，杀死半干。可能早一点来的话，人会更多，是的，更热闹一点，对，更热闹一点。哎，是不是明天有这些人？对，应该是的。你看，明天的，对，今晚他们先彩排，对。而且你看他们三点好像开始，都是三点开始，三点了吧，但是可能没有个时间表。这个很像王俊凯。那个垃圾是一个人吗？垃圾是一个人吗？在哪里？哦，对，垃圾是一个女生，啊、你看。什么叫垃圾？